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空间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楚天华佗。 1.4 版本又有新的爆料了，这次爆料的是一种新的提升道具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如图所示，这次爆料的是一种提升道具，有人说它是给圣遗物提升星级的道具，在本人看来意义不大，因为圣遗物现版本最高为五星，而且四五级以后每次都会爆出一个五星圣遗物，所以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。在图片上出现的英文 Artifact Ascension Material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神器提升材料，解释中所说的 Used to ascend an artifact to phase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用于将神器提升到相位。本人认为这可能是新出的一种类似于别的游戏里的护身符道具，用于加强角色自身属性的，而新爆出的这个道具就是用于升级这种护身符所用的。最后，这张图片的英文 Utilizar Operate Ascender on Artifacto NIV 2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有助于提升神器到两级，更加坚信我的推测。以上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一键素质三连支持下，非常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